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中午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今天12月25号，圣诞节，我不知道大姐会不会准备什么特别的圣诞节大餐。好，今天吃素食啊。来，我们今天的汤是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情人节的，这个是肉丸子跟高丽菜汤，这个是麻婆豆腐，这个是素的麻婆豆腐吗？不知道，等一下，这个是素的鱿鱼圈。素的鱿鱼圈，对，今天是吃素食啊，这是素的红烧肉。等一下我问一下大姐，这是素红烧，因为今天吃素食。这个是素的空心菜啊，我问一下问一下大姐，今天不是吃素吗？大姐你麻烦了，大姐今天是吃素还是不是吃素啊？大姐今天到底是不是吃素？那个是素鱿鱼，是素鱿鱼。你确定？素肉是那个素的红烧，你确定？我有点怀疑我眼睛，这我觉得这个不太像素的。好啦，这个应该是荤的啦，各位朋友。这个今天因为有客人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大姐就没有准备素的哦。今天就圣诞节给我们惊喜，就是本来要吃素的变成吃荤的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圣诞节的惊喜。圣诞节快乐！